说起当下娱乐圈中的当红小花旦，颜宝、赵丽颖一定是算一个。不仅长相可爱甜美，就连演技也是公认的好，相信她的演技已经征服了大多数人了。这几年可谓是霸屏了的她，每部戏要合作的男明星自然也都是大腕。赵丽颖与多位当红男星都拍过吻戏，可谓是吻遍娱乐圈鲜肉群。在这新群众们苦等50集之后，星月夫妇终于发糖了，送上吻戏舔到炸啊！首先，颖宝的眼神实在到位，全部融在这双水汪汪的眼睛中。不要说林更新，身为哪个男生又能抵挡得住呢？花千骨中霍建华强迫有余，温柔不足；陆贞传奇中陈晓温柔有余，力道不足；珊珊来了中堂主张翰除了让全世界知道他给了珊珊一个鱼塘之外，一直没有吻到点上。唯一能跟林更新媲美的也就是蜀山战记中的陈伟霆了，据说导演一直不满意拍摄效果，结果两人亲到嘴发麻才拍出这样的效果。但就是这样，也还是没有星月夫妇的吻满足小编的胃口啊，呵呵，你认为呢？